福建的比赛，那么首先跳得球权的还是广州这边陈云俊，还是替利夫先上来给掩护，外线直接扔了，嚯，外线没投进，朱明镇防得不错，朱明镇啊现在主防高登，成了广州这边的防守尖兵了，自己来往外分，还是找陈云俊，打挡拆，利夫呢在外面飘着。 来，中路的下顺真的是防不住啊，一个挡拆，再给挡拆，再往内线转，又是同样的战术，就这一个战术啊。看看刚刚这两回合啊，到现在为止广州还没得分，再往回转失误了，看反击，利夫加速再往下跑。 篮下轻松两分打进，广州队的外线手感没了。利夫篮下打张永鹏，转身真快呀！这球，陈云俊还是要挡拆。利夫呢，这一节打完拆之后呢，选择在外面飘，朱明镇自己来，再找利夫，朱明镇，陈云俊兜出来，晃一步之后，进来之后再往外分，速度太慢了。 拿到五分，第一节呢结束应该也就是五分，外线要三分，利夫抢篮板，这个联防守成了，再找郑云俊，自己来突破进来两分，哎呀，差那么一点点呀，啊？ 给了一个计犯，篮下没有给犯规。到那个回合呀，挡完拆之后，利夫呢是且退且防，反击当中，利夫现在就是你遇到高登的挡拆，你再往回撤，那高登其实处理球的方式就太多了。高登38分了，突进来先犯规，两分打进，利夫呢往回撤。 不见前心不笨，球坏人。篮下给的机会太大了。哎呦，突进来一骑绝尘啊！陈英俊啊，只可惜啊，哨确实有点严。兜出来，三分打进了。现在又要说朱明镇啊，确实在这个协防位置上，其实他并不是。 这个回合并不是主盯高登的，篮下挡得不错，再守敌手，高登抛投，再找陈云俊，现在迫紧逼啊，不敢让梅森持球了。哎呦，陈云俊在这样的防守代位之下拿下40。 加的这样的本土球员，挡拆没有挡住，陈云俊再给利夫篮下就太轻松了，这球呢挡完拆之后，张再给下顺张永鹏不好啊，这样给的其实确实不好啊，张永鹏呢毕竟高啊，你在这个膝盖的位置拿球让张永鹏怎么来处理呢？外线给漏了，本来呢就有一步的出手空间。 这球呢一出手就感觉要歪，上球，陈英俊三分来了，遇上了一记三分，被断了，手起刀落，反击当中两分轻松打进，还有加罚，这陈英俊啊确实冲起来谁也拉不住。
再看看这球，李江淮突破，这球陈英俊啊下手刀子一下真快，自己这球有意思啊，陈英俊的这球自己架快攻啊，面带微笑。